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继续欣赏网友的精彩操作啊！这个是用忍者星宿宇智波鼬的连招技巧，我们来看看他的操作啊。刚才是一技能起手，然后平 A 啊，这个打三四下，然后再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，然后差不多一个二技能之后，然后连一个大招。好，这一套好像没有秒掉啊，这是一个错误示范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这一技能起手，起手之后，然后再平 A， 等它落地是吧？飞天，然后落地平 A， 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下好像，然后等待机会，差不多一技能好了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再平 A 三四下是吧？等待机会，一个一技能回手，然后准备再平 A， 一二三四五，这是一直平 A 下去，然后再回头。那他在落地的时候，一个大招把他吹起来，是吧？吹起来之后，这一套基本就秒掉了，这就一套完整操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，他的宇智波佐助，啊，就是万花筒佐助啊。我们看万花筒佐助其实连招还是比较简单的吧，是吧？比那个忍者星宿佐助，连招比起来还是容易操作啊。我也能操作起来，是吧？打起来一段啊，打着打着平 A， 然后差不多的时候二技能一技能连起来，然后再接一个大招，就可以直接搞定了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然后感谢网友投稿啊，如果大家有打得比较好的那个精彩操作啊，也可以来投稿给我们。那我们本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我们下次。